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40岁秦海璐韵味十足，同穿扑克裙，气质不输26岁迪丽热巴。在文娱圈中，撞衫是在劫难逃的工作。秦海璐2000年的时分就衣服流连飘飘的演出，获取台湾影戏金马奖最好新人奖及最好女主角，除了有不俗的演技，颜值和身段都是使人服气的。现在40岁的她加倍有女人味了，即便和26岁的迪丽热巴撞衫，气质也不输她。秦海璐穿戴一件玄色短袖搭配一条扑克半身裙，短袖上半片面微微透视的计划，增加了一丝成熟女性的性感魅力。扑克的元素粉饰让裙子看上去非常的前卫大气，全部人显得也是崇高精悍，搭配一双高跟鞋气场非常足。40岁的秦海璐不论相貌或是身段养护的都短长长不错的，细腻的五官，白净的肌肤在衣服的陪衬下发放出诱人的魅力，慎重文雅，非常有女王范。迪丽热巴也穿过这件扑克裙，和秦海璐不同样的是，热巴的玄色短袖扎进裙子内部，婀娜多姿的身段完善的出现了出来，细微的小腰真的是让人倾慕不已，全部人看上去也短长长的妖娆性感。迪丽热巴海浪卷发看上去也是非常有女人味的，但是更多展示的是芳华生气，搭配一双高跟鞋也是看起来分外的文雅有气质，一抹红唇娇媚感人。同样的造型，不同样的穿法，固然两片面相差14岁，但是都穿出了不同样的美感。但是比你而言，和热巴的娇媚比你，秦海璐的气质还短长长不错的，这一身打扮也是加倍的文雅，朋友们以为谁更悦目？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